你好，啊，这个是2017年10月中开始种植的，因为他们种植有用我们 Unigo 产品啊，所以它的已经达到很理想的程度了。现在我在拍摄的时间是2018年2月4号。走进来看一看，哇，叶子也相当的厚。园主也感到满意。现在的高度，我大概估计它有到它的心，大概有8尺了。因为了风很大，但是你们看看它的叶子还是相当的不错，令人满意。这个就是用的我们 Unigo 的产品，谢谢。